你三个儿子多大了？三个儿子，小的都有30岁了，大的呢？大的也都快50岁了。大的快50岁了。对啊，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啊。三个儿子都没结婚啊？到现在还没拆掉啊？怎么还住在这里这个房子呢，现在他们不给我拆了吗？啊？我能看一下吧？不给你拆啊？因为价钱没谈拢还是什东么？西家他就没给我谈，我的东西家他们给我都拿走了。你这个宅基地证有没有呢？我在记得这个，他就是连这个证都给我卖掉了。证给你卖掉了？对，谁给你卖掉的？我们的小叔，我就是肯定我们家的人了，因为我们是新疆哦，回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新疆回来的，像我们嗯，人老实一些，就是说没有后台，没有人帮忙，就是说啊，自己。没本事，没办法，就这样了，碰到新这样。疆建设兵团啊，对啊，嗯，去了几年30多年退休了以后回来的，啊？哦，那你现在享受的这个退休待遇都是新疆那边享的，对受吧？一切待遇都是新疆的。哦，那这里现在你住了多少人啊？我住了我们4个人啊，四个人，你老我公，4个儿子，2个3个儿子啊，你还有三个儿子都住在这里啊？对啊。哦，那现在房子就这里，就这个房子。你看他们拆迁了以后给我这房子，上头我说的房子不能拆，是我的，他不信，后来就拆了，拆了给我这个地方，你看嘛，我这个地方房子这个墙，你看现在一天到晚愣着起呢，这个样子一下大约这个地方一塌糊涂，你不想到后在外面去拍拍吗？啊。你到这里住了6年了，这房子拆了以后住了6年，我哦，从新疆回来，这个政策就是到最后我们退休工都回来嘛。啊，回来以后，结果我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一个窝。嗯，你说叫我住哪去？哦，唯一的就这个屋，就这一个窝。这个我屋，有个窝，我就是说，如果还讲回来，我如果真的要有窝的话，我不住这，这个房子还是我的，你也应该给我，对吧？嗯，但是住在这里环境比较糟糕，而且这个。糟糕得新很疆家啊，糟嗯，糕了。有一股总有股什么味道，好像，是的呀，所以对现在吧？你看我发这个。霉的味道，好像，就这个煤气煤味啊！嗯，一天到晚这房子都潮着不得，你看看，你看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，你没看到这个地方下雨的时候，说嗯，那个墙哗啦啦啦，全部都流到这个里边来了。本来哦，这个墙都不漏，他后来一拆了，就漏得来一塌糊涂了。我后来也跟他们拆迁办，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搞一看，下，搞一啊下？他后来啊。他说拆的时候什么样子给你拆坏了，就再按照什么原方给你。你看结果后来，你看看上面怎么搞了没有？没有搞的呀，搞了个乱七八糟，就说搭起来好像你可能就进去进。其他就没什么那个事了，这个上面是睡觉的，哎，上面睡觉的呀，上面的。我看看啊，慢点，哦，后好头的，后头头重一点。好的，你看，你看什么东西啊？这些怎么说，真的成了狗窝？哦哟，还可以上去啊，啊，还可以上去，也就这么大点。嗯，这种地方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个我这个是标准性那个啥东西，危险没人，你看他们搞过来，这间你儿子睡大概，这是我睡的，我们俩儿子嗯，睡在这里，那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，这个里头你看，你看这个墙背后给我搞的什么？你看嘛，你看嘛，还有个儿子睡在上面啊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啊。你不是三个儿子吗？三个儿子，一个上头一个嘛，上头一个现在那个上头那个不想上了，他们两个挤在一起啊，2个儿子睡一起啊？啊，这两个在一个，你三个儿子多大了？三个儿子小的都有30岁了，大的呢？大的也都快50岁了，大的快50岁了。对啊，到现在还没结婚三个儿子都没结婚啊？啊，再上面去是什么？这上面是后来那个房子漏的不行了，就都下来了呀。我看一下那都不行了，或者下头那都稍微好一点，啊。慢点，这个房子你们不能上，我跟你说啊。哦，这个房子漏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漏得一塌糊涂。所以说就放放东西。对啊，一到下大雨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整个房子到处都在漏，你不能拿个房子，就是全部都在漏。而且这个楼梯我感觉很危险的。是的了。
它都会所以抖那个的。房我们就是搞这个临时楼梯呀、啊。你说要拆了嘛，所以后来就搞了这个楼梯，你不知道我们怎么回事是这个样子。肯定要搞好一点了的，你看现在就成这样子。你看，他说的边上这个边上全部有的楼，这个顶上你看这个顶棚楼顶，你看，你说你仔细看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仔细看你要再哦，我看。知道了，这间房子是老大睡的，还有在这老里，二和老三睡，对，睡这里。两个人睡一张床，太小了吧？那你咋办？那就这个样子啊。那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上头不能住人啊。对，你看本来都可以住人，你看他现在拆的这个样子，全上面影响大的不得了的啊都。他们那一次呢，又刮风了，把他的房子里全是那个石头子啊，那个沙子下那个墙全掉下来的。好的，我们下去说吧。那点。好的。哎呦，你年纪大，走这个要当心点。你看，而且这条路很窄的，是的呀，一小一脚踩空的话就掉下去了。就是了。当心点，当心点。你先下，啊，我没事，你先你先你先下，你啊，先我下。先下，我所看以，你怎么下。我这一下，因哦，为我这样想下，继续的，我还要可以要习惯了习稍微惯了，好一点点。你现在最起码说出来，你要是彻底把房子搞好呀，你房子不搞好就这样的住。